不要这样子，我找到祭坛了。靠，叫你找鸟蛋呢、啊？要破坏十颗才会有那个一个 boss 跑出来，那个打掉之后就有新角色。我拿到是新的东西吗？这？哦，这个不是，这个就是你打死那种就血量有白色框框的，你可以偷取它的能力。就不是有些怪会有燃烧效果吗？或是冻住不洗澡效果？哎、欸，你学妹有买哎、欸？啊？你要不要跟学妹玩东西啊？学妹有买，我知道她有买啊。那你要不要跟学妹玩？看她表现的。哎、欸，中间，我们去中间玩。有看到中间那个？说真的，没有。怎么说真的没有？你没看到吗？没有。那、啊、这么短掌你没看到？我在打这个呢。我在地下道，你呢？我。他把我甩走了，你快来救我！我打不到他，他把我越甩越远了。他目标是我，你快点！我来了，我要打，我来了，我听到你声音了。哎、欸，可以，我骑成他了。我很棒，我的血量全部变金色的。哎、欸，小心哦、喔，这个很痛哦、喔。他现在这样子是开一招，不知道什么鬼招的，然后会嘣往上飞。你先逃命吧。不是，等一下啊！嗯，我跳下去。不行，束缚的没那么远。没事，有你解锁成就了。那我记得会掉东西出来啊。哦，有。可不可以一直刷那个鲜肉啊？可以啊。我不知道那鲜肉到底干嘛的啦，看你要不要刷、啊。那请问你说你拿到东西在哪里？来，你来找我啊！啊，我看到你了。我要去上。哪里？哦，好了，我们可以去打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怎样？是老徐一直密我，我来不及回他，等一下。我帮你回他啦。不行。小鱼现在在跟我玩。不行。看看他开台了啦，我开那个啦，他在挂台啦。他今天要去接我妹。他去。小鱼在跟我玩，然后他妹在我家，然后这样啊？什么？傻眼，傻爆眼。在哪里啊？刚标记过啊。那标记会消失啊。那我就忘记在哪里。找到了啦。你怎么那么棒？你的盾也太厚了吧！哪？哎，怎么又是他啦？那恭喜你！恭喜你啦！恭喜你啦！恭喜你，爱我的面拢红红。哎，对，好、哦，我们终于有共同的话题。靠腰、哦，结束了，有没有很快啊？有啊。
是什么？火火。可是我是水水呢。那你还拿还我啊？看，怎么那么急？我在这里回个讯息。救我！嗯，你还需要救哦。我只能这样救你了。有一束光，那瞬间还是一道光。救我！你感受不到我救你是不是啊？你又没损血。哎，你不要这样子。你有神装还要救你？我没有神装。哦，你就说你快死掉，你可以发射一个很大的圈圈。是啦。直播王在敲你哦，我直播完都不知道几点欸，你几点有空啊？今天下午是不是都没空，都有空啊？把所有钱开光，过分！你知道钱是共通的吗？哈，过分！干嘛、啊？钱共通很过分哦，我也觉得啊。我也觉得钱共通很过分，这样没做事的人。就是如果我用完的话，就是我可以用你的钱吧？没有，你开到100块，钱都是大家的。不是平分，是你开到多少，我们大家就拿多少。哦，对，所以我可以站着不动，也可以拿到钱。对，好棒啊！所以才说过分是这一点啊，这才是最过分的。怎么可以不劳而获？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妙。怎么突然唱这首？你刚不叫我救你？啊，我说你没有感到这道光。哦，有哎。这里有几个东西，这是什么？牛奶瓶吗？还是？你可以按中键，这是羊蹄，会增加你的跑速。另外一根呢？你就绕过去按中键啊，再给我看啊。等一下，这里很多怪。哎，学妹，哦，谨慎阔鱼就那个啊，跳更远啊。那我先问话好了。学妹，淡水在下大雨欸，你舍得让学长淋雨吗？淋雨一直走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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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是不是唱错 key 啊？淋雨，不是张韶涵的歌吗？对，跟上海的好像是。哦，那个是钱哦。什么钱？我、哦、就跟你讲说，那个像金沙是钱哦，50块啦。重点哦。我知道，我看到。看到我拼了很多次灯了。我感受到你很想去啊。按、啊、那个嘞，啊！干嘛？被怪打、啊。我来救你的无人机啊！会，刚刚就一台无人机为了救你死掉了，很棒。哦，难怪想说你怎么有时候会有超载，你偷了那个啦，怪物的技能呢、啊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偷？你刚刚不是有一个东西，我跟你讲说会偷那些身体有火焰什么的吗？哦、uh-huh. ，对啊，
你偷到他们的技能啊，也其中有一个是会有护盾的。本都应该有梦，有梦就会把它偷，就是这首歌。哎，干。啊！结果你不回我干？什么回？不回你干？不是你啊，学妹啦！我还想说你舍得我淋雨吗？原来是老居啊！看，原来如此，原来。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，想好久，真的。嗯？嗯？原来最痛苦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。我没听过。真的假的？对，下一首。他说：“啊，干我回你啦！”干回你回在哪里？他心里吧，没有啊，你只说原来是老居啊，嗨居，干我回你了，你回在哪里？你只跟我讲说，我直播完那个啊，敲你啊，可是现在在下雨欸，小姐，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你是不是以为他会淋雨去找你？哼，哼，不会出门好不好？对啊。我是一个只要碰到雨天就是会死掉的人。对啊，你没死。你知道兔子不能碰水吗？他有说那明天呢？明天礼拜一耶，你不是礼拜一？不是啊，你补习班下课的时间我在开台啊，还是你要等什么？等我等我直播结束也是一两点了啊，不十一点多啊。他倒在哪里啊？我的聊天室没看到哎、欸。他在台上回你。对啊，我没看到哎、欸。这 OBS 怪怪的。走吧，大王。下雨啦，来，下雨要唱什么歌？下雨天了怎么办？白痴艾琳，不是，我是说白痴艾琳。没有我听到白痴艾琳哎、欸，是不是？没有白痴艾琳。下雨天了怎么办？哦，谨慎括于是逃离之后慢慢回血，记错了。我看看。的音，为什么的声音忘记怎么唱？对不起，变得好熟悉。在小雨的一起，被小雨约下吗？我哪有一起？哦，有看到，走吧。都不敢，臭熟了。为什么会有两只？现在这个已经这个难度开始就会有两只啦，哎、欸，让我上去啊！我用脸去接招、欸，哎，我也是啊。嗯，好吧。傻瓜，我们只有你是这样，你笑什么？你被电到，电到，触电的那种感觉已慢慢出现。为什么你有那么多东西？我没有很多东西啊，捡到月亮硬币而已啊。哎、欸，你有钱吃哦，真好。你去吃那朵花，出来。哪里有花？旁边啊。哦。我一个人的失眠，个人的空间，个人的项链，
两个人的画面。对啦，传送世界中释放治疗星星哦，这就是你开启传送门之后会补，会那个有治疗。哦。Q 金哦，钱就是经验，钱就是力量。可是玄毛跟你讲哦，我玩东石大师不吃兔肉的哦。哦，对，很坎坷，所以你要，所以你要有一个尼克，尼克饿死，也不是饿死啊，吃怪物肉也不能吃兔肉，对，很麻烦。我要进去了，走啊。卡住了、欸。嗯。为什么？哦，好了，进去了。哎、欸，剩你哎、欸。怎么剩我？哎、欸，我啊，我复活了。我刚画面都是你的画面哎、欸。吓到我了你。你还活着吧？我活着啊！我想到另外一首歌。什么歌？在有眼泪的雨里。下一首你会吗？下一句啊，哪里都是你，没有吗？没听过吗？哎、欸，网路啊，小鱼。可是我网路是正常的呢。当然你正常的啊，我看快在抖哎、欸。哇，完蛋了！下雨，太网路爆炸了。可是我这里没下雨啊。我这边下雨啊。我听你有点电子，或是有点抖抖的。快点拿钱好不好？我只有370多块，我想要拿开这个400多块的箱子。干，我很想打怪啊，你感受不到吗？我想打怪，我看怪在飞啊，不可能啊，这怎么可能会飞啊？你骗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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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骗我！我看你旁边没怪，对不起。哎、欸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不行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拿东西，它会显示按一拿取、欸，而不是走过去就会吃道具、欸？你在呢？嗯哼，没关系，靠你 carry 了。嗯，玩一下。这些啊？怎么这些钱啊？这些。肉啊，鲜肉啊，啊，那个戴迪熊就是有几率可以挡一次伤害啊。那、欸、总不是选泰迪熊，我是你就选泰迪熊了、欸。因为你不是我。你去死。说没有啊。你有时候被打到会不吱一声，那就是泰迪熊帮你挡伤害啦。泰迪熊很好用哦。哦呀，奔跑速度更快。谁打我们礼貌啊？我来帮你吃道具了。我认真打、欸，打得认真呢、欸。哎呀，离我远一点啦、啊！好，反正全世界人都讨厌我，就连你也是。我操！你就是全世界哦，全世界我也可以忘，可以忘，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要死！是不是需要我了？我来了。要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等一下，血弹机啊！我来了。我来了，我来开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加工术的。那我要这个。你要开要先讲，等一下我知道你又干给我听。我会干给你听，我就是要你干，就是要干你啊。我说你会干给我听。对啊，我就是要干你啊，没错啊。不是啊，你要干给我听啊，总是我干给你听。我干给你听，你干给我听。
反正就是要该你的，讲再多也没用，打 boss 讲再多也只个灰。哇！刚刚卡了一下，我有感受到。哦，命中有一定的几率用冰去打爆那个。对啊。全世界我也可以，不愿意消失。哇。嗯，是不是需要我了？是不是？这里开锅了。天黑黑，会不会？为什么我拿到奖励，可是他不见，他喷去哪里了？他会不会喷到下面去了吧？哎呦，这个很麻烦哦。哦，这一关等一下你会看到一个绿绿的东西，你碰到它会让你没有办法治疗，会很麻烦。有没有听到？哎、欸、我哎、欸，他那个奖励真的喷到下面去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就放弃了、啊。哈。我刚刚讲你有没有听到啦，不要等一下死掉的时候为什么不会补血或什么的啊，你就跳下去捡啊，反正不会死。不是他掉到虚空里，我要捡个毛，捡毛啊。好啦 boss 在哪？就是这个啦，就是这个神坛啦，你有看到吗？有啊，你按他东西碰就没得按啦、啊。没有哎、欸，真的没有、欸。你要死了、欸？为什么？我看你半血啊，为什么？我回血回很快啦，放心，不用担心哦。问一下他们回我。啊，打什么？要看聊天室啊。还有火鸡，火鸡你要追得上他哦。恭喜啊！怎么了？拿到英灵了，你不会死了。不要这样说，不要这样说。打 boss 吧。boss 在哪里啊？我不知道啊，你不是说找到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说我找到。不是很认真在找啊。了你是谁？主机。怎么感觉晴晴在欺负薯条？没有啊。没看到耶。请问我会溺水吗？应该不会吧。不会啊。
我会没看到咧。找到了啦，傻眼。我来了。你是不是已经？先按啊。好啊，这样啊。好啊。我就是要按啊。好啊，你就是这样啊。对啊。我是这么冲动的人。对啊，你就这样啊，没关系啊。是什么？皮鞭？脱离之后移动速度加快。为什么我看我血量一直有时候只有三百几，之后就是可以有很什么东西？就是最高血量。嘿、hey。他有时候会有三百几，有时候会跳到六百，可能。你是有加护盾吧？嗯，不知道。金色护盾会加在前面的血量啊？不是前面的，是就是血力。嗯。你是说几分之几的吗？分母吗？啊、还是分子？分母。你分母不可能变多啊。真的，他本来有时候有三百。你是偷到那个了啦！我就跟你讲说，你有偷到怪的护盾呢、啊。我要回去。哎，只有这一关啊，气死！又要存钱了，嗯，哎，又要存钱了，这边好多、哦，赚钱。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一关，这一关一直会害我迷路，或是找不到自己要去哪里。反正就是那本书越多，你打怪就是越容易掉钱啊。我知道啊，让我看到啊。那我在看它是什么？哦，解释给你听啊。嗯。反正另外两个你知道吗？那个很像棒棒糖的是年蛋。对。那解释给我听。哎、知道啊。不要。想吃啊。我怕被你干。有 boss， 可惜有钱有钱。有钱了，我们有钱了。什么？年蛋？那、啊、你有买那个吗、嗯？你还没买啊？我没买啊。如果你要的话，你优先。那你要是什么？我要加跑速啊。那你要啊？我一定要啊！我这只角色吃跑速的、欸。好啊，你吃啊，你吃啊，都给你吃。你是不是很坏？不会啊。那就先说。嗯。跟你玩的那个是谁啊？好没礼貌哦！为什么？玩的那个人是谁啊？繁星啊。不是啦。对啊，繁星超没礼貌的、欸。小雨好辛苦哦，干干，又不是我们昨天聊天的那个人超没礼貌。
哇谁呀谁呀是谁呀、啊？好想听哦，有没有？是谁？我不告诉你，不告诉你们，偏偏不要告诉你们，想知道吗？想知道吗？我也不告诉你的。卡住了啦，好了。我觉得有点有可能是怪太多了。不是啦，我的钩子卡住我自己啦。玉像是什么东西？哪个？刚我看到蓝露珠了。打他！你现在不怕了吧？那么痛。这是什么？多次击中的猫可降低对方护甲哦，好东西，太好了，降防御的。还敢献血啊？按灯没有，我可以补血啊，按 Q。你忘记了吗？我没忘记啊，你再献下去啊，他可以献三次哦。可以献三次吗？对啊。我等一下再。只是会死哦。会。没有，你献的瞬间如果被打死，那很好笑，因为这个事情就常发生。93%真的不行，太 hardcore 了。对啊，93%真的不行。剩下6000多块，我可以干嘛？买东西啊，赌博啊。那你可以赌博啊！等一下，我掉到虚空里。而且钱也是经验值啊，你钱离开之后会变成经验值啊。有了，我有了。你有了什么哦？哦，长得很像骂我的那个东西，真的很像子弹袋。哦，还是该骂。所以我认错是，所以我还是骂你啊。骂了才会知道啊。害我？什么害你啦？你要在老君面前讲这种话哦？不能该我，妹子。哦，靠！靠！你那个最后一句话有没有出现？怎么我打不死怪啊？嗯，怎么那么难打？他们你左键现在不能靠左键了、欸，你要靠技能了、欸。技能是什么？技能是什么？右键啊。我的 R 吗？右键，我比较靠右键呢、啊。做还是射得很开心啊。那好啊，你就用左键啊。开心就好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做人有这么简单吗？开心就好吗？嗯，爽就好啊，当个自私的人。哦，我出现一个蓝色球体，我是不是用到月亮了？干。对。哦，还。开心就好。开心就好的人就是自私的人啊，只想到自己啊，开心，快乐。对啊，就像是我们昨天所说的那个人，你是把他的开心建筑于别人身上了。对啊。所以那种是什么？啊？字。呵呵，你会接我？不是啊，你下面就有个赌博的啊，你不下去赌。哪里哪里？你跳下来啊！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。这里哦。等一下。你不去我就去咯，大力啊，都帮你标好了，有点意义。我有12000欸。我你怎么捡到月亮硬币啊？他你是说会捡到的？对啊，
才开过又捡到。还可以再拿吗？有三个对不对？两个啊。我只拿到一个东西。啊，对啊，我说道具会有两个啊。暴击会提高我的攻击速度，可以叠加三次。嗯，就是我刚拿到两个东西。嗯，走吧。等下拦路猪。在那里啊，那个什么的，哎、欸，你没跟上哦。在哪里？我师傅突然在想什么？我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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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现在如果去按那个献祭的话，是不是在找死？不会啊，结束了、啊。又是这个是火火。鬼火很棒，它是会让怪爆开，然后会有燃烧效果。知道啊。啊，知道，感觉你在嫌它，它明明就很好。我想要新东西啊。可是你要有这个东西才去拿新的东西啊！我们有这个东西啊，这是我们第二个的呢。啊，它越高越好啊，会累积呢。对啊，可以叠加，这里很多东西，这里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叠加吧？啊对啊，你这等于是凑标签，你标签才各一而已，凑不起来的感觉啊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你这样说我就开心一点。干，干嘛凶？你不是喜欢我凶你？你看你在那边装无辜，然后装完之后说，可是。